亲爱的，这是我给你做的饭，你多吃点。行了行了，我今天发工资了。哎，老板压了我8000，这里有2000块钱，我留100，给你1900。你够用吗？要不你再拿一点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快走。哎，亲爱的。哎呀，人家等你好久了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你看，我没有压工资，其实啊，花了10000，那2000啊，给那个黄脸婆了，这8000给你。哇，亲爱的，你对我太好了吧？那我这个月的车库啊，又有着落了。只要你高兴啊，你以后每个月的月供啊，我都给你还。好呀好呀，爱死你了。走，我们去吃好吃的。你在照顾好家的同时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。你看看你都穿成什么样子了？我们女人啊，结完婚以后也要好好打扮打扮自己。以前他也说过，无论我变成什么样，他都不会嫌弃我的。这个话你也信吗？我们女人呐，还是要经济独立。走，去我店里面喝杯水吧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吗？就是因为你啊，结了婚以后也不打扮自己，把自己啊整成了黄脸婆。来。这个是我们家一个新款，裤子啊都穿了210斤，我看你啊也不是很胖，只是不会打扮，还不试一下吧。还有这件上衣搭配一下，很好看。不是啊，太胖了，这件衣服我用穿不上，换了吧。我们家都是专业做大码女装的，像你这种身材呀、可以穿的，去试试吧，相信我。那行吧。老板娘，你看我这样穿行吗？嗨，你早该这样穿了，你看这样穿多显瘦啊。不过你给我这个裤子确实挺舒服的，没想到我长这么胖了还能穿这么显瘦的裤子，而且弹性这么好，我这个大肚子也全都给遮起来了。那你这个裤子会不会很贵啊？不贵呀、我们家这条裤子啊最近有活动，才59.9呢。那行吧，把这条裤子给我包起来，我去买单吧。美女啊，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说说，其实啊你打扮起来还是很漂亮的，你呀要多为自己想想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会好爱自己的。